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投完票立刻高歌，艺人吴宗宪为了手上神圣的一票，从马来西亚录完影后立刻赶回台湾。玩很大，我就告诉他们，通通不准回家，通通去投票这样。每一个去投票，对对对，要求节目组和艺人们不要放弃自己的投票权，身在民主的台湾，珍惜自己的一票。我们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这个好的选举，然后龙年一定要做到所有人和乐融融，对，这个是我最期盼的吧。港星杜汶泽也上传天气好的影片，要准备去投票。这也是他正式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，成为架杠台湾人后首次投下总统票，也贴出投票三宝，提醒选民都要记得带。前一晚他也在脸书 po 文写下，就算不同意见，可以四年一次，以投票的方式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不完美但文明。最后更说，没有一个民族不配有民主，而任何国家都不该有独裁，也让粉丝赞爆，在最后选举日投出自己的选择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